都羡慕南韩偶像，不论男女都有副媲美天使魔鬼的好身材。南韩某脊椎诊疗中心日前进行街访，搜集近400名年轻男女的意见，票选出女团偶像中谁是最美骨盆女神。没想到以骨盆舞大红的 EXID 门面担当 Honey 竟只拿到第3名，第二名是拥有模特儿高挑身材的橙子焦糖娜娜。那么第一名究竟是谁呢？那就是新一代韩流女神，来自 AOA 的雪炫。已经演出多部戏剧的她，被称赞身材比例不必修图就很完美，一双长腿更让她赢得牛仔裤的广告代言。这一次更击败众多女偶像夺得冠军，雪炫未来应该还是很有发展的潜力哦。娱乐新闻中心整理报道。